仅逆袭成为点赞王，而 Amy 却被网友纷纷吐槽。昨晚播出的《创造101》第六期可以说是很燃了。首先开场，导师们就派出了上一次公演点赞王孟美岐团队，舞曲炫酷忐忑，瞬间带动现场火热空气。孟美岐也再次成为团队点赞王。节目组规定，点赞王有权派出自己心目中想要进场的下一组成员。孟美岐选出了同宿舍好友 Amy 的战队。抚虚伪的人，不是骂他拆穿他，而是让他继续悲哀地虚伪着，然后装作什么也不知道。那么慢慢的，很多人会主动跑来告诉你他有多虚伪。 Amy 一直以来以不同于女团的帅气个性吸粉无数，再次挑选中国风的 Amy 团队一直以来也备受重视，上场重视欢呼声不断，可以看出 Amy 的超高人气。Rap 一直以来是 Amy 的强项，这次虽然是中国风的木兰说，全体仍以 Rap 为主，但更吸睛的却是魏景的戏腔风格。Amy 组上阵时，韩木上总是持久不断地质疑这一组只是披着中国风的外衣，彻底 get 不到中国风，但魏景最后一段的民族风扮演真是让人眼前一亮。魏景手持鼓扇，妩媚动人，开口便是戏腔曲风，真正将人带入了古风世界，全场气氛燃到爆。魏景的电音高音更是不容小觑，霸气眼神似乎让人看到了木兰的不平精神。胡彦斌看到魏景的扮演也是振奋双臂，可以说是很起劲了。永远记住，人心是相互的，感情是交换的，情深是积攒的，厚谊是沉淀的，诚恳是必要的，珍惜是必须的。第一次女团宣布人气点赞排名时， Amy 位居第二，而这次的木兰说点赞王，观众们心中的最佳对象是魏瑾，这次的逆风翻盘真让人眼前一亮。导师胡彦斌面临 Ella 提问谁是本组 VIP 时，并没有挑选队长，而是委婉说出观众都是懂音乐的人，信任他们，魏瑾点赞王身份是众望所归了。但是当魏瑾实施点赞王权力，想要挑选下一队时， Amy 却附耳在魏瑾身边。 Amy 这个行为也引起了网友争议，网友纷繁说出 Amy 有点犯规了，挑选进场顺序是点赞王的权力。 Amy 居然左右人家说悄悄话，这是 Amy 教魏瑾选的吧？不信任。上游是勇士披风破浪的终点，下游是懦夫一帆风顺的归宿。英雄的事业必定包含着艰险，如果没有艰险，也就不成为英雄了。